欢迎大家来到兔狼频道，我是兔兔狼。我们现在就要来公布这四年来的经典照片。对，就是很多都是未公开过的。在游戏开始之前，我要先来感谢干妈 Anna Luisa 的赞助，好不好？一如以往的，下面我们都会放 Anna Luisa 的连结，大家喜欢的话可以上去挑挑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Anna Luisa 的收藏，像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我之前很喜欢这一款，这款很亮的，很亮的这一款，这一款就是满钻感。对对对对对，很搭配我们的戒指。哦，莫名其妙很搭配，超搭配。然后当然啦，欧尼尔环也是一直都是我的爱。这一款真的是，它如果不见我会哭。对，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这一款。这一款，你每次指不到，因为我在摄影。我最喜欢这一款。这款，嗯，我觉得这款就是有一种厚重感，然后就很有气质。我就是特别喜欢它那种看起来厚重的感觉，然后双环，超级欧美系，对。然后我觉得这个项链啊，你戴的这项链也超好看。这个真的是我很意外，就是我很意外，就是戴我身上会如此的好看。对啊，就是一个尝试，然后之后发现很适合自己。而且现在都还很流行这种，就是链型的 chain 这种的项链。对，我觉得他们家的东西真的是非常欧美，然后又有带有一点韩系感，非常真的很值得收藏。饰品其实也不算太贵，以它的 CP 值来说，我觉得算很高，最低的话就是1000多吧。现在情人节还有优惠，最低是6折起，优惠直到2月15号。想要选购的话，可以趁现在捡便宜哦。箱子里面都是那些照片，我们会轮流抽，抽出来之后就要讲那个照片的故事。好了，怎么第一张照片就如此惊悚啊？这是一个我们第一次一起上厕所的，就是客户那间厕所 ，OK？ 然后以资证明我们留了我们两个人的包包，所以大家看到只有两个包的照片，讲的怎么那么奇怪？对啊。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次参与设计，然后找厂商第一次做的周边商品，就是我们的雨伞。后来有被骂到一个不行的雨伞，那时候限量50只，然后图案真的就是我们完全设计的图案。然后后来加开的图案其实跟这不一样，所以这50只还是限量的。OK， 这些都是里程碑耶。对啊，你今天选的照片应该都是个里程碑，应该是，这是我们感情的里程碑。好期待抽到什么特别的哦。哎呦。这个其实我们还没有在一起，然后那时候还是在那个 video 群组，那时候好像滤镜刚开始红吧，对，然后大家都每天用各式各样的滤镜，然后那一阵子不知道什么，大家都用兔兔，而且我是被强制用兔兔，是你先用兔兔的，然后你开始乱点名，说谁换你的兔子照呢？然后只要我点到，大家就会默默就很 M， 就会乖乖的交出他们的兔子照。对，就很 M。然后还点你叫你交出来，然后因为有很多种兔兔的那种滤镜，你还挑了一个。你跟我说你挑这个的原因是什么？不是粉红色，也不是爱心，它是红萝卜。虽然我也不喜欢红萝卜，但是比较他就觉得自己比较能接受，好吧？你觉得可以接受就这样吧。但你还是交了照片呢、啊。对，我就是个抖 M。对。这又是一个不知所以然来的照片了。我们手机都喜欢存这种奇怪的东西。欸，各位，你们手机里难道没有这种很莫名其妙的照片？这是有物品之类的。这是热恋的证明啊！可是就是有故事在里面，这种感觉。但我完全忘了，你可以跟我说吗？这一个章鱼面包，就是那一个厕所那间客户附近的面包店。我之前每次在那附近工作完，我都会先再去开车之前，我先走到这面包店去帮你买隔天的早餐，然后有什么面包我会拍下来给你，问你说你要不要吃这个，还是你要吃哪一个？为什么要帮我买这种形状的面包？很适合你啊。点是什么？奇怪，你是不是想被家暴？强烈怀疑耶。这个是我刚开始跟他交往的时候的装扮啊，呀呀呀！我最喜欢你穿这么辣。这个重点就是 highlight 在就是以前穿的比较少，我的身材其实很健康，看起来是偏健康型的，就是不会说因为露了多一点，然后就觉得很色情。不会不会不会，你是很健康的。
我怎么会把你的小毯毯盖在我身上？对，这一定要讲，就是我们第一次搬出去住啊。对，然后你盖第一次盖着我的小毯毯，我完全不记得我盖的那条臭毯毯。哎，你其实曾经爱过他，而你不承认。现在碰到他就觉得被传染病沾到。对对，闪得超远的。对，好来，耶！这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是我们去柏流。对，那这张为什么要放进来？是我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跟大家仔细记录这一刻，就是我还很瘦的那一刻，身材很好的那一刻。对，我那时候还有腹肌，而且我腹肌真的是很证明哎。对啊。现在是发生什么事？对啊。还是有腹肌，还是藏在脂肪下？跟各位说，谦虚。也许有非常多的年轻妹妹正在看我们这个频道，好不好？相信我，在你们年轻的时候，身材绝对是最好的时刻。可以的话，就是常去海边，就这样穿的比基尼。我跟你讲，不会再更好。如果你没有在运动的话，不会再更好。OK。身材一去不复返，就会如同房价一样。真的，好不好？务必哈，可以露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对，不然你就会觉得再怎么努力，好像都追不上。嗯。啊，这个，这是什么？这个是那时候我们还在直播的时候，那时候跟就是一样，我们自己搬出去住，然后就开始直播，每天晚上都直播，就是每天有直播，每天有欢乐。然后这时候是我在唱那个《等下一个天亮》的时候，然后你一直盯着我看的时候的样子。啊，嗯，好可爱哦，自己讲。哦，对啊，你好可爱哦。对啊，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出国去大阪，然后我们一起喂那只鹿。那种奈良的路，对，这次出国真的很开心，而且我们还一起去兔子神社，他带我们去的。对，我帮你找到，他帮我搜寻。然后我们那时候太早到，神社还没开，我们就在附近加油站的那个便利商店里面点了一杯咖啡，然后坐在那里很想睡觉，就在那边喝，然后等神社。对，但我只记得去日本的时候，就是脚都快断掉。哦，这是我最喜欢的，上面还要写日期耶。嗯。2018年的7月， wow. 然后你出差的第一天，所以这是所有万恶的明信片的第一张，第一张。他那时候出差，然后因为我们要分开，算是我们在一起之后的第一次分开。然后他要求我一定要每一天写一张明信片给他，还要给我带花生米回来。那时候好像你才去一周吧，但我觉得那周好漫长，我会觉得很久哎。然后后来之后你就蛮常出差，但每次出差我都觉得不太习惯，所以后来有那种废片的产生。对，那废片真的好废哦，我自己看我都觉得惨不忍睹，怎么会拍出这种东西？才刚在一起而已，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很喜欢搭捷运，那时候还是搭捷运路线，就是搭捷运去各地约会，你就很搞怪，反正喜欢跟陌生人拍照。这样我想起来，我说要就是要就是拍到人家那种，然后脸要这样走过去臭，或者走过去臭脸翻白，想说你到底是这样，然后要拍他糊的那种，我就一定很喜欢。对，我会说一定要拍到这一种。我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女生哎、欸，很特别哦。对啊。我其实记得这个你在干嘛，那一个是我们没有一起过的周末吧？对。然后你去逛街。那我特别选择这张照片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哦，这腿很细耶，这真的是也是一个一去不复返。你以前干嘛拍这种照片给我啊？超短的，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啊！哦，来，来，这是我们那时候开始就是在冥想，练习冥想的时候。对。他就说，听说就是水晶可以帮助人进入冥想，或是前要加一个天线这样子。对，而且还要针对你的顶轮，顶轮，顶轮是紫色的，所以我用了一个紫水晶。然后为了让这个水晶能量比较强，我再把它贴在头上。我真的是胶带要贴一横。我觉得我以前跟现在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就不知道是哪一个开始时空来的。哇，这美亚真的很不错哎、欸！这个系列那一天的照片已经被两个人称赞过。老黄有说哦，这个真的很可以、欸。Eric 说哦，这个时候的老我可以。你不记得对不对？我突然想起来，你这样一说，我完全记得他们两个怎么说的。对，他说可以，我可以哎、欸。我现在哪里不可以了？就是那个时候很媚感啊，哦，没啊，差在哪里？请问，请问差在哪里？请问差在哪里？你认真说。就感觉那时候很饱满啊。哪里饱满？讲清楚。就是比较年轻啊。啊，乖啦，我喜欢姐，我喜欢姐。你现在很漂亮啊。那为什
什么？只是那时候感觉卵子数比较多。特别要跟大家 highlight 的是，他第一次就是为我出手的大人，是为你，也是为我自己，好不好？哦，那时候就是我在讲电话，所以一只手牵着我老婆，一只手讲电话，西门对，那算是女朋友，就牵着讲话。然后呢，突然就有个变态想说我这边都是空的，他就往我这边走，然后手就伸出来，我就把兔兔的手放开，就是那时候他已经在走过来的时候，就把兔兔拉到后面，因为我觉得很奇怪，就一直在拉兔兔。然后他手伸出来的时候，我就马上把他手拍掉，然后再劈他。然后那时候发现那边，大家就看到这一幕，大家说好帅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时候我还直接去跟讲电话。我跟你讲，我那时候脑袋一片空白，我就是一秒钟。你手机还掉地上，我想说到底干你什么事？我想说没有一秒钟就发生好多事情的感觉，你知道吗？我就一个瞬间就一只手过来，然后一只手就过去，然后一个人又飞冲了、啊，然后一个人又追过去，然后我手机又掉地上，就这样，你知道吗？一瞬间所有事情才发生在一瞬间。然后重点是。直掉，然后还在原地。对，你还愣在原地，然后打完之后我还帮你把手机捡起来，哈喽。所以说啊，就遇到厉害的人，就是只要在原地不用动就好了。你现在还是要保护自己，好不好？你才有机会摔晕。OK， 好啊，再来是这一张。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呢，你去冲绳，然后看了一个很奇怪的店，那个店就真的是卖一些很奇怪，就是卖日本的传说中的妖怪们的相关产品，然后他就看上这个丑球，家里没有任何一个动物喜欢，就只有你喜欢。当然，哎，这个故事有点老土了。兔爷被我电到那边一个晚上，他有一个晚一点的局，然后他有个空档，所以他叫我陪他买鞋，我就是他的工具人。这个应该有发过现吧？是什么？这个是那时候我们还住在家里，我们在我们房间的门后面贴了一块小白板，那个就是我们两个人的留言板。然后看着兔子爱心嘛，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的兔子永远想的都是别的，所以我画了一个红萝卜作为代表。然后你看到之后，你就在下面字写说你爱我啊，你会赶快回来，这应该也是你快要出差前的。哒啦，哦，这是我们第一次拍婚纱，我们去台南拍，超热的。这张照片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要警示大家，在你们就是爱情已经决定走入殿堂的那一步的时候。请务必记得拍下你们的结婚照，一样刚老话一句，因为你的身材基本上只会一去不复返。对，哦，这个我觉得也很可爱。我刚在一起的时候啊，中午的时候我都会特地开车去跟他一起吃午餐，然后去那里的时候，因为吃完饭啊，你还在午休，你想睡觉，就是一个要睡午觉的孩子，所以一定要睡，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到后座，然后就把我的腿给他当枕头睡觉。这是我们第一次求婚，你对我求婚，对，就是 Two 也很霸气的带我去店里面试戒指，然后就我喜欢嘛，我说我觉得这一款很好，我就真的有试了一下，然后他就直接跟柜台员说，就这样，他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所以他就求婚了，然后拍完照才把戒指交给店员去做戒尾的修改，那也真的很霸气的。这个是你很变态、欸，这个那时候是在你家，然后我洗完澡换完衣服，我有穿裤子，就是看起来像没穿裤子，但我有穿裤子。有一个人就坐在我对面小椅子上，然后自己看一看之后笑得很变态，就给我拍张照片，然后传给我。因为我那时候在用手机，他把照片拿我手机，所以我在用手机的当下就看到照片，他说：“妹妹，你的腿很漂亮。”就是各种骚扰的语言。这是我们第一次办婚礼，对你讲的好像有很多次的婚礼一样。哦，这个很辣哎、欸！但是两个人都瘦到一个哭、欸，真的是妖精哎、欸，好瘦，好瘦、欸。未修图各位，这个是未修图，因为结婚太累了，所以那时候好瘦。对，这个是兔爷小时候，然后为什么说这个照片大家看到有个手手？这个是那时候有一年过年我去你家，然后你妈就很热情的说哪里有，她就自己去搬过来给我。一开始只有一本，然后后来又开始翻箱倒柜，就你在看的同时，就是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在排队，整箱拿出来，然后我就看得很乐趣。她以前是一个自信爆棚的孩子，然后现在牙齿有一颗黑黑的，大家都笑她，小雨小雨，你牙齿是黑的，好好笑。可是我很可爱。然后还是很衰的那个样子，就是我很可爱。
对，然后很深，然后牙齿很黑，然后我觉得超好笑。然后这个又笑得很用力，我说你为什么要笑这么用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小时候不会笑，就不会笑，他就觉得他看他哥哥以前笑的时候都是这样。我哥笑都笑很灿烂，你知道吗？有牙齿照片看起来就是人家会喜欢那种小男孩。然后我就想说，我很常去看的照片，看我哥的照片，我想说我也要笑得像他一样。哦，我在心里就这样想。然后结果因为上一次出去喜欢照片，我看照片，然后我就会修正我自己。下次出去照片，就是下次我妈就说拍照，我就笑，然后就很用力，因为她觉得笑就是露牙齿，她就很努力想要笑的灿烂，就很努力露出更多的牙齿，这是特别的笑。对啊，笑就是要开心好吗？这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去花莲，然后你这个是你带我去你大学很喜欢的一间咖啡厅。对，而且这间咖啡店要跟大家说，它是博洋咖啡。然后他那边是烘咖啡豆，就是很专精在品咖啡这件事情，但特地带他去。对，拿起来给大家看。回忆录。故事墙这么多。哪一些是你们觉得很新奇的，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说。然后安娜露莎视频，就是我们的干妈这边啊，视频真的很好看。资讯的话，我们都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喜欢的话记得要去看看哦。而且就是情人节要到了。就是可以买给你的情人，多好啊！看，没有钱就买给自己，好不好？真的要爱自己，要没有情人之前要从爱自己开始，好不好？那在这边分享我们就是恋爱故事，希望大家有被甜蜜到。对，希望你们也有以后自己属于自己的那种故事一定要跟我们分享到底有多白痴的照片，就是热恋期的照片，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就是会有一点奇怪。我在这里现在开放竞赛，就是有多白痴的照片。对啊，有比我们白痴的吗？对啊，就是比什么？交换喂彼此吃东西，然后还要拍照记录，有比这更中二的麻烦，让我们知道一下。对，真的很奇怪，好不好？好，好啦，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喜欢的话记得按赞、分享、留下。小猪，拜拜。